讲激情，剑潭以北到草山，抬头观看台北城。正月樱花若开定，游客一天数万。这是来台北市安尼简单的一个描写。数万人是多少啊？你跟我讲，数万。较早是伊个，伊即卖草山，有无？正月樱花也开定，就是阳明山嘛，拄啊花季嘛。啊，我讲，我讲头路，你听看嘛。头路万把款，大家斟酌选，选好卖食碗，骨力唔通断，欢喜做袂断，五金卖碗盘，保险卖保单，美容面头暖，咱咧美容。公司拍电话。工厂做毛头，饭店做经理，病院做先生，银行咧算钱，电台做歌星，专柜卖干货，化区咧卖鞋，日时卖仙草，暗时卖麻辣，店口吹花粿，塞车卖豆花，咧煮土豆皮，咧卖素心汤，咧吹八宝饭，咧卷春啊卷，店口无米饭，下楼做头张，四界做小工，五路做中央。目屎也靠多，煮电看煮多，雨水处起好，锁店拍门锁，布店咧卖布，物店卖暖炉，环保咧扫路，巡刷清厕所，楼顶咧相命，楼骹卖目镜，大伯做豆腐，二五卖红菇，三种米粉煮，万只做车夫，四哥卖饲料，五姨饲粉鸟，六舅做面条，七斤包水饺，哪里认真拍拼免租船。各行各业，行行出状元。等一下。